好久不见的香，看到你现在这么开心，我很感动。看到你这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真的。看到你这么成功，我很开心，棒哦，香。我知道啊，因为我只会讲我自己不好啊，欸，这是事实，这是事实。对，感谢李湘，因为那时候太快没把我封锁嘛，然后直到这几天，我发现，欸，我被解开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会发现？你一直去查是不是？放没有放大镜 ，IQ 放大镜，居然解开了，但我也没有追回来啊，就是觉得一份感触在，一份感触。熟悉的陌生。那如果有一天留言说生。深深，他香，然后他深说深深。那你要接什么？香香，近来可好？这样文言文，哎，肯定是这个附近的近。哦，哎，你觉得当时对他有哪些太多了，讲不完。对着镜头，我在讲什么？太多了，过去是讲不完。女生会看，因为其实有的时候男生是女生。成长过程当中，哦，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前男友，你就要给他一点正面的回馈。好久不见的香，看到你现在这么开心，我很感动。看到你这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真的。看到你这么成功，我很开心，棒哦，香。